玩具商罗森联动时装实战。今天第五人格跟罗森一个联动开启了嘛，然后大家的话可以去获得玩具商一个免费活动蓝皮。我操，使徒啊，我不会六使徒啊，去独栋吧，独栋有高低差会好一点，不过他可能不会来追吧。哦，真要追吗？玩具商这款罗森联动时装标志性的一个蓝白一个蓝白的一个色调，蓝白相间的色调，这波猫躲掉很关键。我们这边又可以上去，然后弄一个高低差一个活响椅，小心一下猫。这里的话我们得跳了，不跳的话就要去了。外边还有一个先知，他可能要闪现拿到了。哦，不闪吗？哦，还追吗？我操，真追啊！但是我的活响仪又好了。我又可以，我操你，坏了。哎，他好像不会把根丢了吧？再看回这款时装吧，时装设计还是不错的，有一个胸章，然后那个背后的那个什么玩具箱。它上面有一个罗森的文字，看就像一个小房子，好吧，我们先修吧。这款时装感觉还可以吧，好像是限定的，它有一个限定标啊，如果大家没有领取的话可以去领取一下，获取方式还是比较简单的。感觉危险就要去了，不要死一场啊，快点带走。先这鸟已经交掉了，打扰队员在旁边，看能不能跌到28，感觉应该可以，不过我感觉他要换狙了。别给我带过来，走走，不要给我死在这里，你看没有，闪！他喵的，你去哪溜不好，溜到这里来，带走不行吗？啊？为什么使他往远的过？有点抽象好吧？我这个号之前上过电梯的，怎么这图排的这么憨憨的？这边有椅子，不过不属于场地，抽象，太抽象了。还行，没有过半吧，应该没过半。我这个针能给谁啊？谁都给不了，就只有飞行家可以给。把板子放了吧，我的板车好像都被踩掉了。他还有个喷气背包，走吧，很完美。